小班，你要去学校啦？不去，去有的。哦，去医院呢，再去看一下是不是？扭过来，让妈妈看你的。哎呦，你的小蝴蝶好可爱呀！对，我在梳毛。啊、哦，行吧，那你走吧，跟爸爸。去玩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妈妈变了变了。我的face，麦吉头。哦，你们俩走吧，看完医生去上课了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两人走了。我终于可以自由了。哎，靠。拜拜拜拜。我们是越挫越勇，今天、我是南方人，不会和面，做饺子是正常的，不正常，中国人民不会做饺子都不正常，不要分南北方。我们今天再练习一下，今天还是你和面，一会儿我擀皮儿。今天是面啊，太失败了，水加多了。水加多了和面，反正我感觉你已经把这个面用的差不多了。你还是好黏啊。再加点面。你看着，你看这几个孩子们美的，一人搞包小零食。嗨，嗨，嗨，哎呀，这小日子舒服的，岁月静好，我们继续干活了。看我这个皮儿擀的，是不是很有技术？开始了，我们开始现在做了一切准备就绪。这个粉丝送的擀面杖就是好用，真完美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也是。我们开放，开放这个饺子，这个紫什么？这是胡萝卜，紫色的胡萝卜。在，你知道里边是什么吗，美女？不晓得呀、啊。巧克力豆啥东西、啊？最近我在卖的巧克力豆，今天供应商给我邮了两种口味，让我吃，因为卖了比较多。土耳其巧克力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个牌子你应该知道的。我打开来看看，土耳其巧克力确实非常好，那个哥弟娃什么都是土耳其的牌子。嗯，这个很好吃的，前几天卖了，好几百盒。这个是巧克力豆豆。Melody 吗？啊、这个是做巧克力豆吧？对，它里边是浆果啊，打开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水果味的，拆开估计那仨娃娃吃没了。好多口味的，里边是那种浆果，还有那个。打开了，打开吧，给大家欣赏一下。这个巧克力豆真的很好吃的，只是就是这种，它这个包装不行，就是很薄的那种皮，然后是随便弄一个坑。你看这本地拿过来的也是这样，这个铁皮盒子比较薄，对，稍微一碰撞就是一个坑。不要嫌弃这种，但是味道真的很好吃。丢丢丢丢，你什么时候走？你快点走，你走的话我也有阴谋，我们要出去玩。这个拿错了吧？也不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啊！吓死我了，这个应该是水果的那盒，专门让他给我搞了两个口味。我在给人家做助手呢。这个小弟会给我发工资的。对，明天请你出去浪。哎，那小心就有刀。你老婆是我的跟拍艺人，已经签约了。嗯，你可以打开看一下，这个1957的。这是什么？巧克力呀、啊。你要吃吗？哎呀，这个包装也没。你看你闺女的眼睛已经有光了。哇，那一起拍个视频。对，水果的，拿一颗，拿一颗。我也吃这个。好，我也尝一个水果。嗯，尝尝小鸟蛋。啊，这个你打开这个。来了，来了，打开这个。这个很好吃的。嗯，来吃吧。
你不给你哥哥分享一点吗？放这里，放这里，让他们自己来拿，好吗？Refat，Refat，巧克力呀、啊。去做他的。没有妈妈吗？我就知道你一看这巧克力你就来了。你的最爱是不是？嗯。好吃吗？你吃的是什么口味的？吃的是那个椰蓉。椰蓉的哈。啊。Yes。你也是来偷巧克力了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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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蛋了。嗯。老蛋。我跟你说，我闺女那天都是吃这个吃上瘾了，把它藏到那上面柜子上。她搬那个垃圾桶，垃圾桶也踩坏了，然后一盒全部都吃光了，我都不敢，我不敢弄了。这是隔了好久了又弄了。她跟我老公他俩这一盒坐那儿，就是不吭不哈的喝着茶喝着水，然后一盒就没了。你看她的介绍，这是不同味道的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去年光这个我卖的有个1000多盒，就尤其是过年的时候，哇，订货量好大。今天又做了这个珍珠奶茶，今天这是卡路里暴增啊，先吃饭吃饺子，然后又吃巧克力，这会儿又来杯奶茶。饭跟朋友聚餐聊聊天，不知不觉深夜了，朋友赶走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小金，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